佩姐已经有一个很棒的基底，然后她优势就是她肤色五官啊，肤色很白，然后呢气质还不错，然后呢我们要帮她加亮亮。那其实加亮亮的东西啊，大家都会很开心，就是然后就容易下手。Tila 其实是女生就无法抗拒的化妆品。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个专业化妆品出的那种有点亮珠光亮片的眼影，它是画上去之后屌哎，而它不是湿的。它是服贴性很高，好，它的亮片不会掉。然后这个粉看起来很普通，可是它画上去啊，那个亮粉是会掉在你的眼睛上面，你不小心碰到它都不会掉下来。所以老师，你现在拿这个是膏状吗？粉状的，是粉，而它有超多颜色，我先随便涂几个颜色。哇，好亮，好漂亮啊！很显色哦，还有一个紫色。红到发紫的紫吗？灰紫，比较饱和的颜色，你看。哇，这 party 用很显色哎，非常显色。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古铜，古铜经典点。这个颜色一定很多人买。哦，好漂亮。比较红色，比较红铜色。什么颜色？四个都来。不是吧，老师？我觉得就是尾巴这个颜色。好。然后这个非常的好用，就是你用手或者是用刷子都可以。然后你画过去之后呢？有，我看到颜色了，整片哦。对，整片。哇，是所以它的底还要再打一个颜色再盖上去吗？不用，你看它张开就会有一个那个渐层感。哦。重点是这个亮粉它是不会飞走的，不会不见啦。这太重要了，可以持久。这个也可以叠不同的颜色，比如说我现在把它，刚刚是比较铜金色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今天把它再加一个比较玫瑰色。然后中间有点，哎，它是不是也有点点粉紫色的感觉啊？对，这个它现在这个就有带一点紫色的光泽，感觉好像湿湿的哈。对，嗯，老师这个颜色加上去，好像眼型就比较清楚，就会那个比较立体，它就亮起来，哇，就会有层次感，好好看哎！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亮它不会肿？你在看牌，对，打牌的时候刚好都看得到，就这样往下看就漂亮。它的层次很多颗粒，所以它不会是平光，它是立体光，好美，好看哎！对，包色老师可以包色，而且它重点又不贵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帮它配一支口红。嗯，今年的红要带一点点橘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要帮佩姐用一个，这个是呢超越红唇更棒的颜色。哇，好美哦，很漂亮哎，有点雾砖色，对，有点雾砖，好看。对，然后它也可以做染唇妆，做渐层妆。比如说我帮佩姐用一点点染唇的效果，然后就有那个韩系少女，对啊，那种咬唇的感觉。对，帮佩姐用这有点像丝绒的那种，对，漂亮。雾面的感觉，那牙齿变超白的，对，可是用牙齿变，然后配上那个珠光的感觉，哦，好好看哦！天哪，有哎，就是清淡中又有一点流行感。过年当然要 kira kira 的呀，利用亮粉眼影叠擦，再画上衬肤色的橘红色唇膏，不浓艳又有亮点。达人传授美丽秘技，都在女人我最大 App。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 App， 快来下载。